iLight 护眼机使用说明。 iLight 护眼机基本介绍。贴心拉扣设计，方便开箱。包装内涵：使用说明书、保护卡、意见调查表。特制收纳盒，方便收藏及外出携带。收纳盒内配件介绍。护眼机各部位介绍。护眼机清洁及调整教学。调整左右两侧弹性束带。使用酒精棉片擦拭眼罩。眼罩内放上蛋形隔离棉。打开定位键。移动眼罩至适合距离。回定位键，并听到咔一声，完成清洁与调整。护眼机佩戴注意事项：眼罩主要贴其双眼周围，佩戴时眼罩上方大约为眉毛处。套上眼罩后，粘上弹性束带。紧度如同戴泳镜一般。长按三秒开机。开机时为白光。开机后自动进入轻柔模式。再次按压可变换模式。一共三种模式循环。长按三秒即可关机。使用中若出现左右眼罩力道不均匀，可直接上下左右调整护眼机。护眼机其他灯号显示说明。产品低电量时会出现红光闪烁。使用 USB 充电器充电。机身出现红灯表示充电中。充饱电后自动熄灭。若机器有故障发生，则会显示红色固定灯号，接着产品将自动关机。故障灯亮起时，请先检查薄膜是否破损，若更换薄膜后依然显示故障，请联络客服中心维修处理。细胶薄膜更换教学。将新的细胶薄膜先拉松。开定位键，眼罩调整至最宽处，由内而外取下远红外线护框，从外侧打开压板，取下细胶薄膜，将新的细胶薄膜沿着边沟套上。
稍微压紧，盖回压板，由外侧套回远红外线护框，护框上下要注意包覆眼罩，完成更换。